会出来的，要喊什么？安哥，演唱会出来的，通常你要还要加掌声，知道吗？啊，在音乐里面呢，真的是你安哥还掌声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安哥。歌声在勒索。这个一般哈，唱歌的人一定要喝个水啊。你在那个所有的算是所有的在音乐厅里面呢，因为以他的声音那么高，而且唱上去哦，那个在一秒、一分钟要震动180下以上。男生在一分钟110下左右，因为男生比较低嘛，啊，他声音哈应该可以达到200下，所以那个不断的摩擦震动啊，如果没有滋润一下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喘息了一下下哈，来，各位们预备哪一首呢？你点，你好厉害啊！一开始嘛，他就知道妈妈要唱哪一首嘞，啊，接得很顺嘞，啊，来，好，那这首歌就要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双手哈，然后要站起来，我们跳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姐妹跳得好棒，好投入哦，好棒。好，我们来唱这个轻快的歌，大家都会唱的，来喽。新加坡那个地方还蛮典型的，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电影
啊，你得去阿伯桥啊，能听圣，我不晓得为什么，但是那个就很有名啊。哥哥怎么样？有，你要喊安可。啊，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啊。来，我们有没有问题要问的？如果可以的话哈，因为我们可以再预约下一次哈，因为我想有些档期真的是要及早哈，跟那个阿伯来约啊，因为这样，我们现场啊。除了现场大家的一个演唱以外，网络前面还有很多人很喜欢，因为以前他在全台湾就已经巡回了，啊，因为以阿嬤他自己本身，这个成为一个，我们以前就是那个诗歌那个团啊，那个很多了，我们当时有很多团，啊，都是耕耘会支持赞助哈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台湾就祭拜赞美出来以后呢，这些团就变成在东南亚很多被邀请出去，尤其像那阿嬤那么资深的。所以这些哦，变成是台湾在所谓的诗歌的一个福音哈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啊。好，感谢主哈。那接下来我们背诵圣经，11月18号啊，还没有报名的啊，要继续来报名哈。那我们，哎，师母要报名，师母要报名。对啊。但师母你没有自我介绍过。像师母，我们基督全备福音。基督全备福音。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在新店的基督前辈无教会。新店，因为我们有分六个堂会，在新店。哦，前辈无教会六个堂会。我们的苏老师他跟我一起同工。哦，我们叫苏小妹。对。那因为我从网络里面看到的，也从赖里面看到，是一个团体，他就把这个铺在那边。我就想说，背圣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也是能够重新再回忆以前有背过的，是不是可以做个整理这样子？对对对对。那因为大部分都会忘记，因为年纪过了就会忘记。现在是重新再加嘛，然后感觉到最近开始在背圣经，觉得信心都提升哈，提升，而且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有权柄、能力、功效，我真的很喜悦神的话语。我希望说，背圣经就是一个激励自己哈，向自己挑战，让自己挑战，让自己可以背圣经，不是说我们过了这个时间了哈就不背，我就是要挑战自己。所以我听立美老师就是苏老师讲说他要背圣经，我觉得说我很佩服他，我说他都愿意背了，我怎么可以不背呢？所以立美姐是典范。对对，他很好的典范，那鼓励了我哈。那我想我也需要背圣经啊，向着这个标杆。报名了吗？我在网络有上去报名，可是好像人家说我没有报名成功。等一下我来看一下。对，那我一方面还要更了解一下那个报名的那个规则哈，怎么背的规则哈，因为我看还是七分钟，还是不太了解哈，那可能里面有些经节。我不晓得，如果报成的话，可能经节要稍微换一下。好，是一样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就是来了解、来看这样子哈。好，这样比较好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示范一下。好。啊，要背圣经示范。其实我没有准备好了，我是师母了。我是肖师母啊。我们请那个，今天先请那个。好，现在讲，上次是你先了，一样的。好，来，那就我们德昌先。示范一下，德昌你先回忆一下，怎么背，然后我也要把这个网络接一下，然后再来哈，来顺便来回应今天，讲解中医治，来谢谢，一天一点点嘛，四年一个月了哈，已经满四年一个月了哈，感谢我们这个协会对我的支持，训练我哈。今天我去算一算啊，算一下日子，刚好四年一个月。四年一个月以前呢，那时候我也是基督徒22年的光景了啊，我一节也没有了，我是因为出信了22年，但曾经有读过，也有看过那圣经看过，但是奇怪，我那时候我就信了，已经22年了。真正这个是让我想说，那时候我看到报纸上。要比赛七分钟，我心里想，22年的我，竟然是东一节西一节，可能就是有什么，信耶稣跟世界几节，或是说辅导文几节，那没有拼拼凑凑，可能拼不到2分钟了啊，
所以说四年前的一个月哈，我就开始一直背诵啊，背诵到今天啊。没了吗？还没，是网络这边找不到。今天那个我们那个阿龙的分享跟那个诗歌，这个唱诗歌我是很有回应的，因为我从浸信会几十年，我转到这个教会啊，到目前我在这个教会八年啊。我那个教会是没有麦克风，我没有看过麦克风的。我们唱诗歌是清唱的，我们唱诗歌是一定主日礼拜是一小时整，啊，就说了我们诗歌真的是我们是清唱啊，没有麦克风，我们没有私琴啊，但是我们有琴，我们不是故意啊，因为小教会没人去，就没有私琴的人，但有琴没人私啊，所以说我们每个主日要唱一小时的诗歌，而且是清唱。而且是没有麦克风的啊，没有麦克风，真实的哈 啊，这个是很特别的哈、啊。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啊，唱诗歌其实经常刚开始时候，我们进信会以前的时候，那个还有诗班，我们也没有啊，我们就清唱。但是我们清唱竟然可以唱一个小时，而且八年持续不断啊。其实他们的教会历史三十几年都是如此啊。啊，聚会完以后，这个唱诗唱完一小时，完以后呢，读圣经呢？读圣经是多久呢？我们不是像一般教会啊，读圣经一读就是一章啊，大家同声开口，读完以后呢，然后再接力一人一节，所以说读完以后也是二十分钟，这样就是去掉多少了？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。这就是我们的主日敬拜啊。那个问题是今天这个找不到我的网络，我们宽频线够不够长？帮我拉一下。因为这回那边有个地上有个线，地上那个线。他们动作上那个就是啊，这样可以的。这一次那个爷爷不再说一遍吗？不是两种啊，一种是有你自己站在指定，比如说我比如他背起来背希伯来书背了啊，约翰福音也背了，然后就可以说你随便抽我，啊，但是我们事情都会抽了，啊，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啊。他都背了吧，箴言还有什么罗马书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以弗所书嘛？那事先都会把它抽哪里？就以弗所书第二章什么都抽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有风险了，因为你要背的范围很宽，那就加分，每三章加一分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要背什么就背什么。的每三章是他全部的章节。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背了六章，对不对？那就可以加了。最少要六章，因为我已经背了十二章，对不对？他就可以加四。那同样去比赛，但是他会加分。嗯，范围很大。范围宽，它风险比较大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就是说，背整卷的。哎，七分。他背整，他本来是背。他背了好多卷了，好多好几卷圣经了，所以那一天他还会做一些示范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个头脑非常的好。他是那个，他是博士的，圣经博士。不，以背经来讲是博士的啊，来讲的哈，好，能背这么多的不多啊。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？我要背什么，你自己说要背什么就背什么。比如我背约翰福音，不是我背那个诗篇第一篇，不守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背一篇啊。但是你整个合起来要七分钟。你说也可以用唱歌的。比赛不能用唱歌，因为唱歌会长，哦，他实在就没有办法拼。表演可以，唱歌可以表演，但是你用比赛唱歌不行。比如说你唱得很长，那你这个很难评分，对不对？不公平，大概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选出哈，我们会先那个嘛，区域的这个初赛，初赛完了以后选出十二个人做决赛。好，那决赛的话就会分名次了，第一名到第十名都有奖金。
第一名到第十名，啊，第一名是3万块，第二名2万块，第三名1万块，后面都有奖金，大家这样概念。你主要还不是在奖金呐、啊，而是说怎么样，好、哦，把、啊、这种好像你会想的一样，是说，哎、欸，以前背过了，现在重新，啊，重新来恢复了，恢复原来背的圣经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好、哦，那我跟你说，那中间会穿插很多的那个，比如说陈立川的分享。啊、哦，陈立川的分享，啊、哦，中间穿插很多的，啊，你后面肯定也会穿插那个，啊、哦，舞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也会穿插，可以穿插，来可以穿插，好、哦，舞蹈。是什么呀？是穿插是？不是，你背中间不是前面节目，它是节目啊，就是我们前面会有一个多小时是分享，敬拜的分享，啊、哦，比如陈立川的分享，啊、哦，还有那个什么。我有写那个单子，那我再讲章，我写下来啊。等一下我会给你。那是在那个几点？早上几点开始？9点开始。9点。我看9点开始，因为我看时间会很长，所以9点开始比较好。人数也要估计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不会把它弄好。有两部的人，一个是来参赛的人，一个是来参啊、哦、来参加的人。这两个部分。还有评审委员。哎呦呦，我们选4位评审委员，我来评审，大概这样子。他们都是什么样的？牧师啊，或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说他不会乱评审，或者很公正的啊、哦、来评审，大概这样的概念。所以我们那一天大家会蛮那个，蛮看重的，然后把荣耀归给神，大概这样。在合一教会，啊、哦，在合一教会。我觉得推动这种读经的背经的，真的是很，就是说真的是感谢主哈，就是神的感动。你在哪个教会？我就在新店基督前辈会教会，前辈会教会。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好，是是是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背圣经哈，你才能够与神同，就像他唱诗歌一样，对啊，你唱诗歌的话就很感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你背圣经一样啊，你才能够与神同行。对。因为随时可以思想上帝的话，如果没有背，你很难思想。对。对不对？你怎么思想？你圣经那么多，怎么思想？100%的记住神。那你背圣经呢？你随时可以思想，比如从创世纪开始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原没黑暗，神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现在就是说，我们去听那个人说，你说地是空虚混沌，以前我也是这样子讲。对对对。可是我这次听那个哈，那里面是空虚混沌。混沌啊。地是神，所以这个也是。对对对。发音的标不标准？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这个也是贫困的思想，但是可能不必到那么程度了啊、哦。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也是贫困嘛。你整个的语调，比如说来讲哈，比如说住在至高者有密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那你可以说住在至高者有密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荫下，还是背书的，那位置比较低。但是你如果有感性，就是你背你讲话也要感性，背诵你也要感性，对对不对啊、哦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并不是缺乏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。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是大家一起背圣经，比如说背诗篇第一篇，对不对？23篇都很熟的圣经。对啊，这是大概大家也会选这些比较熟的。对，不是，就是这个是选择的一个部分，共同一个是共同大家一起来背圣经，那真的会穿插大家一起来背圣经。因为这个，如果我们选的被你们共同背圣经的选去了，那我们可以背。可以可以。但是你如果参加布赛啊，你第二次不能从前面讲，不能前面的，不能背过的，布赛不能。我这么一个人，这要参加准备21分钟。正确，最好21分钟你还不能冠军哦，冠军还不止哦。对啊，要冠军起码要28分钟哦，28了啊，越是这样，你从选出12个人对不对？12个人再选出5个人，5个人再选出3个人，3个人2个人。后面的，那这样子不能重复是吧？不能重复。那这样所以你要冠军，你要能够背28分钟。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选4次了，因为也不晓得谁是冠军啊。对，没错。就是看，我说你又没有4次，你就要选1次。不一定要连着嘛。不一定，对对，不一定连着，哎，我也没关系，这个可以的嘛，连不上，没关系，就来背，那个我们看手机了，看手机，来，可是你的报名的地方给我们是只有3处而已啊，什么3处？给我们，你可以多填，那就可以多填，可以多填，多填，对，等下你可以跟我讲，来，大家看手机，因为今天电脑连不上，连不上，看手机一下，按照往常的看手机一下，惯例哈，我们讲员来抽，对，请讲员哈抽背哈。哎，这个箴言，还有以弗所书，还有希伯来书，
罗马书，按摩抽，还有约翰福音，还有以赛亚书一到十四章哈，100章。请讲员抽背哈，我尽量来唱。今天叫做亲背了，不是人家就唱歌，刚才唱是一个亲唱哦，不是亲背，没有人看的哈。哎，所以请我们讲员阿德小姐。姊妹来抽什么？刚刚讲的抽五个卷，五卷加上五卷里面抽一张，凭你的感动了、啊、哈，五卷里面再加以赛亚书一到十四章哈，我不知道你抽哪一章哈，箴言也可以，你就抽一章嘛，比如说箴言诗篇多少？23。他没有诗篇嘛？他刚刚讲五个。我再讲一次，箴言。希伯来，以弗所书，罗马书，约翰福音，外加以赛亚书一到十四章，罗马书几章？八章。好，如今，好，请各位请看。看那个，大家看手机哈。好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律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就是体贴圣灵，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和瑕疵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。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
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的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裸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名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塑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哦，哇，感谢主啊！今天真的好像没有漏掉，这太厉害了！而且那么多节，这样师母知道哈、啊，这就是刚是筹备。啊，刚刚我们就请在一个范围内，我们筹备，来在筹备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一个叫自选曲的哈、啊，来，我们请那个谢志明姐，没有筹备，自己选的，自己选的叫自选曲。筹备的厉害。哎，所以筹备的会有多、啊、是多加分是怎么加分？每六张每七张加一分，不三张加一分，三张加一分，三张加一分、啊、最少六张。加给你啊，三张加一分加到最高是二十，不然的话他们都老是他们冠军，如果都没有错的话。哦、那当然，他们真的是一字不漏。你有对过是不是？啊？你有对过是不是？你有看的？对，一字不漏。我不是看，因为以前我背过，但是哈、哦，要回忆以前的话是要。那今天是罗马书第十章。罗马书第十章，请大家先看，看看有没有错啊？来看看有没有错。来，我不要只有看，掌声欢迎。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有信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如神的意了。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意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了出于信心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，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下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你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听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求他呢？若没有传道，怎能听见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。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他们的愤恨，我要用无知的民触动他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换导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意见，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，
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。哦，师母怎么样？好棒哦。对啊，他看大家背经就已经很享受了。享受哈、哦，对呀、啊，谢主哈、哦。好，最后把事交给那个我们会计师，啊，这个感谢主哈、哦，有这样的合唱，而且我们七年来都来。等一下，我洗个手一下。哦，七年来整个的一个算是哈、哦、邀请到很多非常优秀的人哈、哦。那师母你们也可以邀请阿公啊，到我们教会去，因为他啊、哦、很能接近大家，大家心里共鸣是很强，而且他很有经验的，啊，不能说出他。这个在诗歌播到做几年了吧？声音好棒！十，几个十了啊？所以很早以前就买他的 CD， 一直放在家里给我播播听。很早啊，特别厉害。因为他们喜欢台语诗歌嘛。我们是也是花腔美高音。哦，看不出来。对，所以感谢主了哈、啊，真的在也盼望就是，让过去一直从事这个。音乐步道的施工的哈，得到更多的支持，不然说在啊目前台面上啊，真的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我这个年纪当时哦，就是前几天上个礼拜看到乌玫瑰哦，是哎呦哇，这个出来的呢，不简单了啊，因为这也都是令人感动哦，非常令人感动的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哦，那阿嬷继续哦在整个当中支持他，让他。更高更多，然后呢，让别人得到更多更高。好，好来，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会计师。好，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，我们来感谢主啊。今天那个温蒂儿子，那个团长，我们要叫团长啊。好 ，OK， 啊，我非常好的分享啊，那个大家都感觉那个诗歌的影响力啊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的，七点，七点点，七点点，七点点。我们起立来唱啊，起义恩典，感谢主，谢谢主，起义恩典，感恩感恩，起义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的赦免，世上敬畏。
感谢有位温碧儿姊妹所分享的向神感恩，说她一生里面依靠神，神给她恩典恩赐，把上帝最美好的声音，赏赐最美好的声音表达出来，让很多人听见了，就把荣耀归给神，就来信靠主，我们一起来感恩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何等的感恩！我们如今已经认识你，知道你是神，我们切切实实知道你了。主啊，亲爱的主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天父，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父，荣耀的主，你是何等的奇妙！主啊，我们在这里面听你吩咐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就像温姊妹，你要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你赐下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一定倾全力，把有生之年献在你的面前，倾我们的全力，主啊，把永生之年，主啊，来预备永远的生命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你说你们要进窄门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我们每一天一定全力以赴，把最好的献给你。主啊，我们恭敬的把11月18号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来使用。主啊，我们只要尽力就够了。主啊，我们没有要怎么样的情况，只要你喜欢就好了。天父，主啊，把你未来参与的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我奉主耶稣之名宣告，那一天你要大得荣耀，要看见神你亲自的工作，你要复兴你话语的能力，在里面看见，主啊，人们再重新回到你的里面。主啊，你说我的话不可离开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。我们一定遵照你的话做，把你的话存记。